第八場呢就上次成績好計5號、6號、10號。上一場上次成績好係1號、6號、8號就8號、1號就有份穿 Q。戀在你心呢隻馬贏過咁。呢場馬啲好奇怪㗎喎，全部有贏就冇入過 Q 或者位置嗰啲㗎喎。1號、3號、5號、6號、7號、9號、10號、11號啊，隻隻馬都贏過咁滯。3號戀在你心，上次12，前次第9，再前次第11咁樣，好厚啊，真係冷門嚟嘅應該。四号旋风飞影咧就大文高，二十几倍，点解二十几倍旋风飞影？688都廿几倍喎，真系。夹晚第二本系四季醒，上一场夹晚第二本系黑桃火箭有第二名，第六场大热门系劲无敌有第三名。六号四季醒，上一场咧就跑个位，沿途个位好差嘅，入到直路都未能够揾到个靓位嘅，可唔可以最后冲上嚟咧就赢少少咁样啊？真系啊！如果个位好啲咁多咧，佢系可以赢得轻松啲嘅。今次四季醒排个一档一千米啦，出唔出到闸咧？出到闸就应该容易跑好多嘅，真系。幾好啊呢、這個啊！四季醒潘頓，七號咧就叫做宜春輝煌，十五倍宜春輝煌點解十五倍啊？上次第十，前次第六，好厚啊呢啲啊！三號就係幾次都好厚，七號都係幾次好厚啊！第十、第六咁樣。七號仔騎師艾杜娜，梁家俊呢同呢個五號仔跑過，真係。八號呢就係、是、叫做神之水滴，初初嚟香港的時候幾好嘅，贏幾場馬嘅，但係而家六次賽績最叻第四，第五啊上次。上次成績好的5號、6號、10號，8號神之水滴田泰安，上次田泰安三十幾倍跑第五，紅色衫。9號就是華麗活力羅富全，華麗活力19倍。这只马上次第七，前次第八，入于远那类，即是输得远一点那类。十号就好好，十号呢就3112，狼茄仔3112，钟奕礼什么档位3112，五档挺好啊，出嚟，冲出嚟，冚住只四季醒，等潘顿坐包厢。十号3112啊，几好啊，真系呢啲马赛绩。狼茄仔上次系边个骑啊？狼茄仔上次钟奕礼跑第三。天火同人28倍，天火同人上次第十，前次第六，即是跑得远啲嗰啲就冷门，喺香港嘅马场就系咁啦。而家咧就红绿灯就系
六号、十号，咁好笑嘅。唔知俾啲咩信号啦，啊，俾啲队友啊，真系浪茄仔嗰啲主持，我拣六号、五号。真系要五号啊！我要六号、五号。五号、六号、十号啊！上次成绩好嘅，所以俾佢拣晒啦。由只八号咧就系、是、神之水滴，上次跑第五又系边线。我要六号、五号，我觉得潘顿着马应该好啲嘅，应该上次赢得吃力咗。呢只蓝色就呢只就叫浪茄仔。出到閘就冚住阿潘頓，睇潘頓點同佢鬥。三號咧就係、是、叫做暖在你心，好厚啊！呢最近好厚嘅馬咧就係、是、七號、三號、十一號，冷門嚟嘅。九號、七、第八咁都唔算好遠，不過都係冷門嚟嘅。而家是六号大热，十号位置大热，五号咧都系1.7位置五倍 win， 我要六号、五号，即系要咧潘顿同埋梁家俊。梁家俊上个礼拜日骑只添乐意骑得好好啊，真系睇完又睇啊，我真系六号直间三，上次咧就系、是、好坎坷嘅沿途，但系。都翻嚟贏少少，個位走得唔好啊！俾人頂咗去外邊咁樣，好遲遲都未能拉直。但騎師真係都係氣威深厚啲啊！如果跑呢只係，係啊，冇辦法啦，本身係 book 咗只和氣身材嘅，不過退出咗。佢都冇好多貨㗎，只和氣身材退出咗冇計。可能嗰只如果唔退出，本身都真係機會。騎師一隊喺前面喎。知道原來真係快噶嘛？哇！又望嘉興啦，我自己走啦，咁樣變翻。一隻十號浪茄仔2.8，好勁喎！啲飛飛到馬必到啦，浪茄仔，而且浪茄仔成日都跑第二、第二，又跑過第二，又跑過第一，又跑過第三。狼茄仔就是中翼禮騎，放到出嚟就好了。今晚的第八場的賽事即將都舉行了、啊、旋風飛影啦，四季醒啦，華麗活力，係咁啊，早啲加啦，穩陣啲啊！搞掂埋，最後入閘是華麗活力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。八場賽事3班1000短途大熱是10。旺旗舉起，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時候啦，前面快閘嘅馬有仁和嘉興，咁中間浪騎仔入面咧，咁仲有神之水滴，外面走上去啦，咁有黃衫嗰只咧就係天火同人嚟噶啦，內欄位置慢慢走咗上去啦，就四季醒啊，出面巴薩洛亞，咁浪騎仔咧跟住個大約第六位啫，第七位就宜春輝煌啦，後面三匹馬暖在李森華麗活力暫時包尾嘅灰馬旋風飛影，轉彎啦，仁和嘉興就佔先嘅，第二位咧就有呢只天火同人啦。內欄第三啊，四季醒啊，第四位就巴薩洛亞，第五位神之水滴啊，再後面嘅馬宜春輝煌出邊咧，咁啊仲有呢只浪騎仔嚟噶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仁和嘉興佔先，四季醒慢慢攞出嚟，攞緊平衡，慢慢追噶啦。再見到後多層啊嘛，巴薩洛亞外邊啦，中間位置仲有神之水滴啊，最後100米埋邊仁和嘉興，四季醒三叫嘅箭步已經將佢追過，中間位置巴薩洛亞啦，接近終點，四季醒今次收姜贏添啊，跑第二名嘅馬。是仁和嘉興第三名，是不是宜春輝煌的機會比較高一點呢？外面都是有些中離中去片埋出去，就是浪騎仔啊。結果今場賽事這隻四季醒打踏再贏，今天跟著原來大熱門啊，挺好，是六號五號嘛，上次六號的位置很差，是很外檔被人頂在外面，
好遲先拉直都可以贏少少，係咪？佢今次醒目嗰啲位跑得好，贏你一個馬位，係咪？收曬姜贏馬，係咪？即係要單手單手揸太嘅啫，贏不咗你啊！真係。是不是呢啲馬上次看到嘛，你識睇嗰啲，知道佢上次係好坎坷嘅，翻嚟都係唞大氣咁樣啊嘛。今次醒目啦，霸住個好位，只狼茄仔跑翻嚟第四，出唔到閘啊！只狼茄仔嗱，潘頓呢只 win 得嘅嚇，好啦，去到呢度推幾步，上咗嚟第三先。红色衫就是梁家俊嘛，红色衫人和家兴在前面已经出来了，那隻12号仔天火同人就在这里，11号仔杨明伦，看隻狼茄仔在哪里，狼茄仔在这里，不行啊，你这样不行啊，短途后追很难啊，这隻就可以，这隻啊追住佢，擺正唐太，只馬幾好啊！個頭幾協調啊，一骨頭，條頸又有力，衝上嚟贏你一個半馬位，一個馬位啊！咁叫六五七，係熱門，不過係好合理嘅呢啲賽果啊！